今天给你表演一个魔术手法。有人说姐姐乍听，有粉丝说敢不敢把秒表放在这里全程拍摄，看好了，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把秒表放在这里，打开全程拍摄。卡片都是普通的，每张都不一样，咱们现在就拿起这么一张牌，哎，弹指便拍，还可以把它拿起来放在手里面，瞬间变化，还可以防不胜防。没有看清楚，咱们现在再拿起两张卡片，就在这个时候扭转乾坤，这一招在哪下的请往这儿看，记住秒表全程拍摄。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图解魔术，一看就懂一看就会的神奇魔法教程，里面200多种魔术教学，图片和文字都非常的清晰，各种魔术应有尽有。你买到这个书以后，打开第40页，它就有一个快速变陪魔术手法，里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到位，写40分钟你就能知道和我刚才一样的瞬间变化，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你有了它就是下一位初级魔术师。我已经把它挂在了视频的左下角，那购买以后都克服两期相关的教学视频。